新鲜的虫草，看到没有？泥还没有刷掉呢，这根还挺大的呢啊！今天早上刚刚采的，放起来吧，阿姨。好。就像这个能卖多少钱呢，阿姨？35块钱。35，哇，大的35。啊。现在都是大小都是。啊。35块钱，最小的那种是30，就这样。啊。啥时候海拔高的草？海拔5000米以上的草是已经40到50了。哦，一根吗？啊，一根。哦，40到50。啊、小的是40，大的是50。啊。它是按海拔高低来的啊。海拔高了就。你像那曲那边。平均海拔都要多少？4000了吧？那曲平均海拔5000多吧？5000多，反正我觉得那曲那里，我在哪里都没有高反啊，我在那曲就高反了。那曲那里应该虫草多吧？啊、嗯，那曲虫草多。我们这边虫草有点少。那曲的海拔高嘛，它不需要爬很高就有5000海拔了，是不？嗯，是。它你们这边要爬很高才5000海拔。嗯，是。